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今天要出趟门，受朋友之托，因为我朋友这开个公司嘛，他想弄点聚餐的东西，今天跟着小峰去看看吧。小峰到那个七十园了，一会儿上里边看看去，今天领大家伙也长长见识。这时候牛啊，把酒壶还挺漂亮啊。哎，这石头是个啥造型啊？酒杯呀、啊。这是酒杯。嗯。那不是拿的大酒杯呀、啊。这家要盛酒不少盛。这石头挺牛啊，各种奇石。兰亭序，这小石头不错啊，小字儿写的挺漂亮。让大姐给咱讲解一下，姐，咱这个原料石头属于啥石啊？原料石头也是叠层石。也是叠层石、嗯。这种石头属于那个客户定做。是是，你要客户需要，我们给抛光打磨刻字儿，我们都可以给您抛光打字儿。啊、嗯，合着都是停令收费了，到时候是吧？是是，你要这石头。简单的抛光打磨刻字也不收费啊、嗯、像这种石头大姐价格都贵了吧？对，这种肯定贵了。这种得多少钱了啊？要定做呀？这种13-14万吧。13-14万。来吧，展示。就眼前这一块石头要定制得多少钱了啊？定制完了也都3万多块钱。嗯，想要啥样您都可以做呗。是，大姐，这属于啥石头？叠层石。叠层石。嗯，只有基线，有别的都没有。哦，基线特产呗。嗯，对，独一无二的。独一无二的。嗯，这个材质比较硬嘛。是，还结实，还那个永久，到啥时候也没事，还坏不了。大家看那块石头多漂亮。是，这花纹清晰。这块石头有多沉了吧？大概6-7吨。得6-7吨。嗯。这家雕刻是个功夫哈。它都经过打磨，磨光了，然后要想刻字儿，然后再可以刻字儿，刻字儿就是我们写的。它这个纹理是自然生成的。对对。这石头原有都这样。嗯。这块石头适合摆那公司大院里头，是吧？嗯。这个石头多少钱，大姐？这石头2万多，2万5。2万5。嗯。最低价。嗯。没少了吧？是。大家看一下这块石头25000元怎么样？贵不贵？来笼子里不待着了，看这意思将来要给搭一个大笼子了，这笼子捐不住它了，先别管它了。那个你找我那个床底下有2瓶酒，给我搁菜窖里头搁着去。要搁菜窖里藏着去？对呀、啊、我说买酒啊。这酒咋还不搁这搁着了？拿这个酒搁菜窖里，要是搁外头时间长了要飞喽。打这个给我搁里头，那里头啊有一瓶茅台，给我拿上了。喝了咋的？那明儿个来且，来且给人家喝。来，咱那菜窖门开开。这家伙，老太太还弄个酒缸。不叫酒缸，这叫酒柜。小罗往扒拉扒拉，要不照脸。好家伙！敢下去吧，媳妇儿啊！我可不敢。前日的我没冰箱，就这个，啥都连剩饭我都让里头搁，连水果啥的，它不耐烂，这个里头凉快。来来来，给我。都顶冰箱使，来，给我拿好了啊，别打了。瞅我奶奶家大菜窖，老太太真有硬货呀！那家伙。来、哎，给，拿来，这里挺凉快，那里头凉快着呢。那您为啥把那酒都放菜窖里呀？好喝、啊，那里头都钉冰箱，冬暖夏凉，不耐坏，不耐变质是吧？啊，搁那里头好啊。这茅台酒有多长时间了？在里放着呀？2年多劲儿。2年多了。啊。咦呀，老蔡真有硬货呀。家屋这3度的，
这酒还不便宜呢。这酒赶市不便宜，还挺出名呢。还有吗？没了，就这一瓶了。明儿我也尝点啊。尝点啊。尝点花钱不白尝啊。干啥呀？这是高级酒，得高级人喝，你这孙子得靠边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当孙子没戏了呗。那可不，孙子辈孙子辈的。哎呦我的妈，你那一话，你那一说完他，你把我噎死。哎呀，不满了吧。哎呀，真是。那他跑了是咋着？375毫升的这瓶，现在这酒顶多到这儿。哎呀，费那些个。你听吧。哎呀，顶我喝一顿的呀，要那样啊。大家说这种情况是为啥呢？哎呀，我没舍得喝，他还嫌刁点儿。这个必是搁日子多了。要把打开，咱瞅瞅里边差多少，中不？里边二十咬子是吧？夜长的夜打开了，人家明儿来了是半天，多不合适啊！抱脑玩玩了你吧。